要来关心的就是岸边诈骗案，现在的争议是持续在延烧，因为民众党立委陈婉慧又再爆料，他说啊，这恐怕是违反了公务员服务法哦，因为呢，他是抛出了这么一张照片，是在2020年的夏天，时任的交通部政司黄玉玲，还有现任的台铁局副局长朱来顺等政府高官啊，都跟这个 IMB 主席呢曾国伟一块在豪宅里头聚餐。那么这张照片一出之后呢，也打脸了前一天交通部长王国才说的没有现任同仁与会这样的说法。不过对此呢，这个王国才呢也做出回应了，他表示说呢，黄玉玲跟张正元现在他们都已经不在职了，那么呢，他接下来也会去查说朱来顺在当天到底有没有请假，那么结果出炉之后呢，会来做回复。而另外针对 IMB 诈骗集团案件到底有没有减掉人员的涉入呢，对此法务部长蔡清祥则回应了，说不管任何人涉案，检察官都会积极来侦办，也会按照证据来处理侦办。房子周围绿意环绕，位在宜兰五结的这栋豪宅就是 IMB 主席曾国伟所持有的。而民众党立委陈婉慧再爆料，这里就是当时交通部官员结束宜兰考察与曾国伟聚会的地方。现任的所有的同仁哈，当时在12:30以后都回来了，现任。现任的嘛，现任的，按照出席名单，那请那个以前的议员联络再确认一次，他觉得那些人都没有，那我不知道朱来顺有没有在里面。才说不知情，陈婉慧随后脸书 po 文打脸，当天下午5:30左右，时任交通部政司黄玉玲以及现任台铁副局长朱来顺下午都和曾国伟以及陈振坤等土地开发商饮酒作乐。昨天呢，王国才部长说不用查。所以我今天想要问陈建仁院长，在上班时间，好来到这个主席家来做这个饮酒作乐的部分，难道完全不用查吗？不管是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啊，各权责机关啊，他们都会依法来调查。也可能查陈局或黄琼彦吗？好，谢谢。IMB 诈骗案持续延烧，从民进党立委到政府高官，恐怕还有待相关单位调查清楚，给外界一个交代。华视新闻林伟宇、薛松前、张良浩台北宜兰综合报道。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